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狼老公，这是我们俩在 BLT 超市对买的，这个是芋泥蛋糕，然后这个是蛋挞，这个是田园沙拉。这是我俩超爱的一款蛋糕，叫芋泥香芋。对，芋泥香芋。然后它今天在打折，对，闭眼入，必须买。不买不是人，你知道吗？热量炸弹，忽高忽低的午饭。我们挑了一个芋泥最多的。嗯。洗完了吧？是这个味儿。我俩放的稍微有点久，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时候最好吃。这个奶油味好好吃，奶香味特别浓，芋泥也巨香。对，它芋泥是有块的那种。哇，这奶简直就是纯牛奶的味儿，我觉得比上回吃还好吃。我也觉得它可能因为放了会儿那个奶味进到那个蛋糕里了，主要这个加的料也足。哎呦，优秀啊！完全不干吃进去，完美，幸福，就是也不是很甜，我就觉得不错，非常的优秀，绝美，太好吃了吧！这个里边还有那个芋泥的那个冰渣，如果你家旁边有 OLAY 或者 BLT 的话，一定要去尝一下。我们俩尝尝那个蛋挞，我俩买的那个10块钱六个，挺小的，就是一个普通的蛋挞，比较迷你。蛋挞稍微有点甜，但差不多一般都这样。哎呀，嗯。